今天至八月三号，由广州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港生活”广州国际媒体港城市文化嘉年华开玩。港生活广州国际媒体港城市文化嘉年华活动以迎上广州城市露营节为主题，设轻运动、轻艺术、轻生活、轻律动四大板块，让市民游客轻轻松松感受广州文旅氛围。还有广州塔旁边那些里面的吃的很香，风景优美，环境干净，非常那些可见。第一推广了文化，然后呢又其次，然后就是在又是在广州塔下面嘛，是吧？这是一个带着老人小孩来放放暑假嘛，是啊，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处。陈女士带着她的宝贝过来摆摊，她介绍这些特别的绣品和铜器都是在传统的非遗技艺基础上创新制作而成的。这种刺绣可以代表我们西关文化的手工刺绣，之后再加上很漂亮的水晶，它的颜色比较缤纷的，比较现代和创新的设计，想大家更加多地看到漂亮的广州的文化。现场毗邻广州塔，与海心桥、花城广场、珠江新城 CBD 隔江相望。嘉年华将持续到八月三号，各位可以来感受珠江岸上的人间烟火气。